你一个自卸车，你就干你的活就完了，你不要去抢人搞男人活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天，今天坐标江西上饶。这期视频我都不好意思拍了，昨天咱是前天卸掉的货了，在这找货，一直都没有找着合适的。大概是咱不了解这边的行情吧，常想找高价的，不过现实就是现实，不是你想啥就有啥的。就是因为咱这个拧拧头的思想，导致咱昨天在这趴我了。不过就算趴我的话，咱在那一个地方只能趴一天，多趴一天。你都有可能爬第三天。来吧，导火墩，咱定着货了。这个导火墩导的有点远，距离咱装货位置也就是8公里左右，相当完美了。其实咱要装这些货的话，昨天都应该走过的，但是确实今天也没有装了。天热啊，挣个空调费吧。没来这边之前，对当地的物流充满了特别的期望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哪有什么运价高的地方啊？就现在这行情，勉强够吃饭都不错了。来到装货位置，刚好前面有两个车，了解一下，原来是卸一个地方的。现在也就是早上刚刚7点钟，能在这个时间来到装货位置的，那基本上昨天都怕我了。前面这个哥哥装货都是有经验来说，如果是湿的，咱就不装了。这脚感啊，咱说，只要不是湿的，像大哥说的那样带硫酸的，那就是煤。这边装货铲铲。没有棒，大概装多少还没有籽儿嘞，多一点少点的最怕这样的麻烦事了。你说是补还是不补呢？总共就3车货，今天给他们装完，人家场地是有数量的。装完第一车先过了磅，大概合计一下看有多重。咱目前是第二车开始装的，这个中间装货啊是最尴尬的了，还没有籽儿。等我过了磅，后边剩多少啊就知道了。前面那个大哥装了50吨多一点点，刚刚好，就看咱了。上山容易下山难啊，就这出大门，咱家开了好几把才出去，技术有限啊，我承认了。哎，这就是命啊！扶了一下磅，咱就多了1吨啊。这有1吨了吧？师傅说的这一铲大概3吨重，那再来一点，那不够。有人叫师傅再给他卸一铲子。行，就这样吧。天热，刚好这个地方有凉影地，咱就在这盖雨布吧。风中风中，心里冷风，吹湿了梦，是未过去，就已失踪。行，好嘞，咱这车的任务又完成了，来吧，开启今天的旅程。出了门之后，我也是单枪匹马嘞，原来货主安排的，咱要一块走啊。那咱就下车洗把脸，颜值这一块必须拿你啊。跟着前面两个大哥走，长山各地上高速。咱这次卸货是杭州阜阳区的，全程高速大概320多公里。走全程高速，那就对不起咱这馒头车的称号了。最重要的，咱是想省点钱，年里在老家盖个啪啪屋，最起码过年的时候回家有人给咱介绍对象。经过长山的时候，看对面加油站的车都爆满了，遇见这样的优惠，咱是不能错过的，不能光让马跑，不给马吃草啊。这挣钱不挣钱，全靠自己加的油啊。油要是加贵了，一趟凑个几十碗面条给520，今日消费3290，这个钱交的啊，那叫一个心疼，得多少趟能挣过来，咱说。说好的是一块跑的，不过前面两个哥哥跑得快啊，咱没赶上，那就单溜吧。多长时间没喝面条了？拼了份凉菜，甜辣口的，又要了份大块牛筋的板面，这是湿面条啊，多长时间没吃了？大壶的辣椒，大壶的肉啊，没上。这一顿下来，咱不又得劲儿了吗？天热，喝面条那也需要勇气的，吃完就是一身汗。豆上一瓶酱姜粉，都上爽了，弟妹。这内凉喝了这么多会窜稀，哎呀，还是泡杯茶润润喉吧。走吧，直接长山东上高速。目前距离咱卸货位置还有190多公里。来之前货主就跟咱讲了，今天到地方不一定给卸车，那这样的话咱完全不用赶那么紧。但是浙江这边过路费便宜啊，刚才来之前给前面两个哥哥也聊了，说的他们也就是走这个地方上，全程高速下。咱吃饭的时候北都也刚刚休息好了，这上了高速又被拦到服务区里边了。那就是下来绕一圈，北都不报警，我是不会再听了。由于反过来往杭州方向跑，咱也是头一次。具体走哪下，我看了一下导航，走这杨村桥还是比较划算的。算一下，咱时间也比较富裕，就这个时间全程高速过去的话，最多到地方也就4点钟。那咱的空调得坐一下午，基本上晚上就没法使了。其实走低速也省不了几个钱，不过为了咱晚上能睡好觉，只有这样了。弟兄们，且看且往，咱现在位置是杭州市通州县。这可是一个县哈，比俺永州市都大，这咋给俺撵？你骂了句啥的也撵不上人家。再说还得是人家大城市，那没出门的，你赶紧出门吧，别搁床躺着玩手机了，做点有意义的事。我就不说了，看着办吧啊！千万不要买个大半挂哈。
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兄弟们，现在就是下午的5点钟，咱就来到了邂逅位置。你瞅瞅这个太阳，太内高了，最起码还得打2小时的空调。今天晚上又是破费了一夜。再看看咱今天装的货，你一个自卸车，你就干你的活就完了，你不要去抢人搞男人活。咱这趟活干的还是比较完美的，防止咱明天没有空调水。现在这个时间就往车上找活去。嘿嘿，今天视频就到这了，明儿见。记得关注点赞支持我。